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边界生存三：亚特兰提斯的崛起》。上集我们已经崛起到有一套钻石套装，虽然损失了三个钻石砖，不过换到了两个钻石套装。今天我先把我的帽子，等一下我要不要去做一个钻石头盔出来啊？做一个钻石头盔，今天我们就去打龙哦，因为我的等级好像也不太够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没什么等级，现在27级，不能附魔。我很想要复出一只丝绸之鼠，去把那个地狱的泥土挖回来，这样子应该就会有什么黄花在上面撒骨粉，就会有黄花了。我真的很想把它挖回来啊！不骗大家，先去打龙，打完龙应该就有多到用不完的等级喽。那我先把我的包包，再把不用的东西先收起来。打龙应该用不到这一只哦，还是我要先付一只无限弓出来试看看，说不定付得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先去打到30级再说。来，我们来打30级。我觉得我在这边打僵尸好像不是很有用哎。你看打僵尸掉的是什么？打僵尸掉的是腐肉。那腐肉又，我现在又不吃腐肉，以前是为了食物所以才在这边打腐肉，现在我根本就不吃这个啊。我反而比较需要蜘蛛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应该把生怪箱改到这里来，这样好像。好，我们来做。首先呢，我先去把上面的生怪箱封起来好了，不要再让在上面再生怪了。这个生怪箱我已经目前暂时用不到了啊，你已经功成身退了，好不好？恭喜你功成身退了。给你一根火把，不许走了啦！不要过这么辛苦，然后把这些水弄掉，你们功成身退了哦，你们可以退休了，恭喜你，不用再出水了。哎呦，我一直没点到。好了，太好了，把这些水弄掉，然后要做什么？这里也有水，好多水，到处都有水。好了，这些水都弄掉了，然后把这个空间挖掉好了，那开放式空间，我应该要保留一些当时的设施，对不对？这应该叫做怀念，那就留这一面墙好了，怀念当时，把这个挖掉，好了，拆的差不多了，保留目前这样子，其他的都可以拆掉，像这个石柱。石柱应该在上面不会生怪，这个石柱应该也用不到了吧？哦，这个石柱好粗哦！我这样一直拆呀，有一种宣告一个时代已经过去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又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。之后就要开始展开我们的屠龙时期了。哎哎，谁啦？我在讲的这个长篇大道理，竟然被人家偷打了。真是的，我现在也把这一块封起来，然后让他们生蜘蛛，封起来，不要让蜘蛛直接掉下去，这样不好。这里竟然在滴水，哎，这里有水吗？有，这里竟然还有水，哪边还在滴水？没有了吼。那我要把这个灯打掉。哇，这里竟然有水，是也是因为会出章鱼的关系吗？不知道了，总之先把它堵起来了，然后把这个灯打掉，换成一般的，把上面这个栏杆也挖掉。好啊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快要好了。之后我再把这些柱子补回去，然后把这里填好，就差不多了，快完工了。咦，空间打造出来嘞，
这里我想要做一个很简单的那生怪箱，很简单，非常简单，就是它跑不出来，我可以在外面打它的，就是让它生怪就好了，怪物牢笼哦，这样子它应该出不来了吧？我很方便走进去，它出不来，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呢？试看看，怪物牢笼弄好了，这样子会不会走得出来啊？这样子算。这里还蛮宽的哎，这样蜘蛛爬得出来吗？爬得出来。对不起，这里太厚了，蜘蛛爬得出来，失败。啊，还是换石头好了，用什么栏杆嘛？栏杆太细了，改成这一种粗粗的，粗粗的出不来了吼。我来其他角度看你出不出得来，你怎么躲在那了？这里出不来了，真的出不来了啦，不可能再出得来了啦。只是我可能比较没这么好打，有没有？因为死角太多，没办法啊，他就粗粗的，不是粗粗的，那个空隙太大，太好笑了。附魔。复攻无限，强力四哎，复下去，就是强力四，也不错啦。打龙的时候需要强力屠龙，这样应该可以打更快一点，这样的弓可以少发一点。可是我现在只有一组半的弓哎，够吗？感觉不够啊，要通通拿出来，再去跟村民换一点。我现在要跟村民换剑了。村民借我一点剑，这里都没有无限是不是？没有，好，很好，只能去跟村民换了。村民，我来跟你换，你可以换我吗？九根剑全部换，换到不能换了，换了，哎，现在有两组多了，刚才换了一组，吸你的经验，冒泡嘞，冒泡又可以继续换嘞，再换，又冒泡了吗？再来哦，再来哦！现在也还没有到这三组，你还可以换吗？还可以哎，所以可以这样一直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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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好哦！继续冒泡哦。他不冒了，他累了，他没剑了，没空做了。我们还有一点绿宝石，我们再跟下一个人换好了。屠龙需要这么多？这么多剑吗？三组应该够了吧？你觉得嘞？他没有看，没有做什么表情，就一直看着我而已。好了，我先用三组去屠龙，好不好？三组的剑，然后我要把这个留在这里好了，这个神奇的杖留在这。那我做一把铁剑。在身上，这个石剑不需要了。石剑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拿石剑的，我要拿铁剑，全新的铁剑。我还要做一个全新的铁镐，对不对？不然这一只镐子就要爆掉了。感觉再挖两下就没了。需要挖的时候没得挖，是很痛苦的事情。这样应该 OK 了，把有用的资源放回去。我身上还有什么？破铜烂铁废物，这个放进去，差不多了吧？斧头、石头，这样应该够了，这样应该可以打了，可以打龙了，15块肉，很多，好，把这个海洋祝福、不死克星、杂七杂八一堆的，全部收好，我们要去中介了。去中介看他缺几颗珍珠，他缺几颗眼？一二三，三颗眼。我们来了中介，啊，努力了这么久，终于要去打龙了。虽然屠龙不是什么难事，我们应该放轻松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屠龙了，我们应该要放 take easy。放轻松一点，
窟窿不是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先做四颗出来，放回去。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小心翼翼啊？要不要带药水？回复药水。真的很小心翼翼耶，很怕死是不是？不知道哎，我干嘛那么小心？对啊，我干嘛那么小心翼翼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龙游很难打吗？不知道哎，说不定他这张地图改得很难打啊，谁知道他要怎么打龙？好啦，总之我们要先去中介了。来喽，我们要出发了，来了。结束了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些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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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先喝回复药水。为什么会有女巫？哎，挖掘缓慢，不能挖吗？你不能挖，快要死了！哪有一来就中毒的啦？哎，作弊啦！作弊啦！哎，那里为什么会有女巫？我们再去挑战一次。我东西应该还在吧？跳！喂，哎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有些东西还没有喷走，先把东西穿起来，鞋子、帽子都还在，我的鞋子、帽子都还在，我的这个帽子快要爆掉了，我没有裤子了，我的裤子哦，还有，都还在，都还在，这样才可以屠龙嘛，可是我的帽子要爆了，我的弓嘞？弓嘞，没有弓要屠什么龙？最重要的弓没了。哎，没有弓要屠什么龙？而且我刚刚本来想往内挖，这里是怎样？边界外是不是不准挖掘？真的哎，不能挖掘。啊，我的弓嘞，那要怎么办？直接打这个会死啊？哦。痛哦，直接打会死啊！大家也都看到了啊！我再去拿弓了，想不到没有弓，我们带的东西好少哦，就要死亡流重生哎！我都还没看清楚龙的样子就被打成这样，有够可怜的。鞋子穿好，哎，东西捡好，捡回来，捡回来，捡回来，哎。可是我的帽子应该爆了，对，帽子爆了，陪伴我这么多级的帽子竟然爆了，哎呦哎呦，被打了，你这么快啦，你急什么啦？你在急什么？啊，走开！哎，我都射到你了，你还撞我？走开，走开！哎咻，哎咻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不要再撞喽！我的肉有没有拿到？没有，没有拿到肉，啊，那不能回复了、欸，没拿到肉，那要怎么办？要再回去拿吗？感觉龙在这，龙在这，龙在这，看到龙了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有两只龙！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有两只龙！哎、欸，有两只龙，感觉好难哦、喔。双龙会，让我吃的嘞！先把这个射爆，有没有射到？哎，两只哎，他们怎么样？开外挂哦，一只不够，还要两只，两只龙在天上飞哎，我的天哪！两只哎，我刚才死在哪里？我记得是
死在这附近。东西在这，东西在这。哎，等一下撞一下就这么多血。呜呜呜呜呜！不要再叫了，不要再叫了。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们。他在补血，赶快把衣服穿起来。好，哇哟，好痛，好痛！呜呜呜！赶快吃肉，快要没血了。我要先把补血的地方打掉，我先远离这里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在凶什么？哦不，我们不要打了。我是不是应该戴南瓜头在头上？哦，有难哦。两只龙，你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个点上面呢。你一直看着龙，以前我们打龙就是拿着弓箭一直看着龙，然后龙就会这样子绕啊绕绕啊绕，然后我们就一直看着它，然后就可以打败它了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了。要喝药水了，好不好？恢复药水带两罐。我觉得一个人打好累哦。如果有两个人陪我打的话，一个人盯一只龙是不是就很容易了？不过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所在吧，有没有？就是要这么难，就是这么难才有乐趣。平常打一只龙大家已经看腻了，今天打两只，哦呦呦呦呦，捡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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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现在我要看看哪谁，你那个怎么飞在空中？你这个是 bug 吗？喂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射掉。喂，还是没射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爆了爆了爆了！不要再来喽！而且我发现他们好像会瞬移哎、欸，他们好像有瞬移的技巧。来了来了！哎呦，不会补血了哦！哦呦哦呦哦呦，又来一只哦！不要乱射，不要乱射，等他们靠近我再射。我们现在回复一下，回复药水，还有一罐，赶快喝。强力的攻没了。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，又来了。哇、哦，要随时警戒我，这一次抓到手感了。随时警戒你。两只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他没有要下来，没有要下来，没有要下来，要回头了吗？另外一只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哦哟，随时警戒，到处绕，哎、欸，很辛苦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都不见了，龙去哪里哦？这里，在这里。哦，有一只从后面先来撞我，可是这样回，我觉得早晚会被安德弄到的，哎呀，早晚会看到安德的。一只，两只，好，两只都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你们要冲过来了吗？你要冲过来了吗？哦呦哦呦！哎，两只难度真的有倍增哎。本来盯着一只，哎，它消失了。他们还会瞬移哎。有难度哦，有难度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还在补血，那里有补血塔，怎么还有？还有多少个补血塔？那不是每一个上面都有补血，不能让你再补了。我一中，没有，我以为那一根会中说。哎、欸，还没中吗？飞太远，再近一点。哦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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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。哎、欸，瞬移了，又瞬走了！我天哪，这两只龙，两只龙还会瞬移耶！哦呦，都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没有用啊，他们会瞬移啊！瞄准你的眉心，哎、欸，瞬移了！这太卑鄙了！这太卑鄙了，这打什么了？